我是游老师的助理，不要放糖。游戏先生，我是来给你做老师的，不是做你助理的。宋先生你好，我是游老师的助理。我叫尉迟遥遥，江州大学历史系大三在读生，同时兼职家教。回来的时候比我带碗粥，不要放糖。游戏先生，我是来给你做老师的，不是做你助理的。助理和被投诉，选一个吧。接下来呢，你2个月的任务呢，就是帮助游戏竭尽全力，让他拿下蔚然导演新戏的男一号。他这个演技吧，演什么赔什么。咔咔，这么多，只有了解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，才能更好的诠释角色。岳锤萌萌，来了，刘老师。游戏同学，我在楼下等你下来上课。这是你的学习计划，贴着才行。拿可乐给我吃，药，放冷水给我洗澡，拿西装给我当睡衣，不带怕的，冲！红了！哎呀，丢死人了！啊！尤老师，我到底上辈子造了什么孽，遇到你这样的克星？我之前怎么跟你说的？尤老师要是再出问题，我就滚蛋！尤老师，叫救护车！你还不走？你们话我说清楚了，你们放我出去，经过同意了吗？也许他早就受够你了，正好借此机会一走了之。你有你的事业，你的未来，这一切都不能因为我而被毁。你先发声明，跟他没关系，然后让他走人。只要他明天开发布会，我就立马把水上源全抛出去。你自取灭亡，就别怪我来个瓮中捉鳖。 证据，至少得是这一个。我游戏敢做敢当，公布恋情这种事情，不用别人代劳。原来缘分，早在一开始就命中注定了。是那种心动的感觉，是我演了再多偶像剧也从来没有过的感觉。我要告诉所有人，我谈恋爱了。 有些话一直想对你说，想不到我喜欢你。